大家好，我是蕾蕾，欢迎来到蕾蕾 TV 生活日常。我之前在文具店有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哦，就是这个哆啦 A 梦的积木，而且它是立体的哦。那我们来组装它吧。满满一大包，这里还哆啦 A 梦的肚子出来，你看。拼了好多了，它这个其实蛮简单的。对。这个好好玩哦。在拼哆啦 A 梦的头，快要完成了。盖上头，听这个很疗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疗愈的。开始要外壳那个地方。我很喜欢玩这一系列的东西。蛮快的哦，简单又疗愈。哒哒哒，哆啦 A 梦大声，大家好，我是哆啦 A 梦大雄呢。耶、yeah! ！哇，它好可爱哦！它这个积木真的好好玩哦，而且它真的分量很重 ，CP 值很高哦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！大
太好了，可以吃吞龙烧了。怎么有一只狗？店家怎么送给我狗啦？送错了啦！喂！